泸沽湖，一个神秘的女儿国，在这一方绿水青山的净土，滋养着最娇贵的波叶海菜花，还有特有的猪槽船。早期泸沽湖居民活动范围只限于湖岸，其交通主要在广阔的湖水，故猪槽船为当地早期主要交通工具。今天我们就沿着三家村走到大洛水村的一条黄湖步道，感受这湖光山色美景吧。黄湖步道，这里是三家村的码头，在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格姆女神山。我们就从这码头出发，前往大洛水村的黄湖步道，步行约20到30分钟即可抵达大洛水村。我们现在沿着泸沽湖的海岸线在走，现在下午4点多，没有雨，所以可以慢慢走。他们俩已经走到最前面，泸沽湖的湖岸线，水质也超清澈的。旅馆在那里，从那里走过来，大概从那里走过来的。现在泸沽湖的颜色是绿色。啊，有人说下雨了，好了，往后走。我们现在正在走泸沽湖的人行步道，沿着泸沽湖的湖岸线，远远的是大洛水村在那里。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们走到哪。我们在泸沽湖，你看这水好清啊，好清啊，看到水水镜头要看水，水是绿色的，好清的水啊，看到里面的叶子。
僵直坐。现在行李呢？就是要拎着走。新疆古镇好多楼梯哦。